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i italiano B1. 大家好，欢迎来到意大利语 B 级别教程。Io sono Susi. Lezione 2. I pronomi combinati. Ciao ragazzi, come state? Ricordate che cosa abbiamo imparato l'ultima volta? 大家好，大家还记得第一次上课的内容吗？对了。上一课呢，我们学习了 i pronomi combinati 组合代词。那么大家还记得组合代词的构成形式吗？还记得组合代词的那张表格吗？ OK， 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学得非常好。按照组合代词是由间接宾语代词非重读形式中的 mi、di、i、le、chi、vi、i加上直接宾语代词非重读形式中的第三人称单复数 lo、la、li、le 和部分代词 ne 相组合而成。那么这里呢，请大家不看表格，尝试回答一下。间宾非重读 mi 加上直宾非重读 lo 可以变成间宾非重读 di 加上直宾非重读 la 可以变成间宾非重读 chi 加上直宾非重读 li 可以变成间宾非重读 vi 加上直宾非重读 le 可以变成间宾非重读 yi 加上直宾非重读 ne 可以变成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什么时候可以使用组合代词，它在句子中的位置又是如何放置的呢？与中文一样，在文章或对话当中呢，一般呢，为避免上下文的重复，我们可以使用直接宾语代词来替换句子中的直接宾语成分，用间接宾语代词呢，来替换句子中的间接宾语成分。当间宾非重读遇到直宾非重读第三人称单复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们变成组合代词。一般我们还要把组合代词放到变位动词的前面。比方说你把意大利语书给我好吗？ Mi dai il libro di italiano? 这里呢，我可以回答 Va bene, ti do il libro di italiano subito. 但为避免重复，我们可以使用直接宾语代词 lo 来代替 il libro di italiano。 那么间宾非重读 ti 遇到直宾非重读 lo 要变成组合代词 dello， 这样回答就可以简化成 Va bene,De lo do subito。 现在我们一起来试一下用组合代词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Uno， 向我们讲述一下你在南非的假期吧。当然我很乐意向你们讲述。 Ci racconteresti la tua vacanza in Sud Africa? La tua vacanza 可以用直接宾语代词 la 来代替，于是回答可以变成 Ve la racconterei volentieri。Due， 今晚的晚餐你给我们准备几道菜？我会给你们准备很多。Quanti piatti ci prepari per la cena di oggi？ 这里我们用部分代词 ne 来代替菜的数量，回答就可以变为 Ve ne preparo un sacco。 Tre， 麻烦你把钥匙带给 Sara。 好的，我一定带给她。Porta la chiave a Sara stasera, per favore. La chiave 可以用 la 来替换， Sara 可以用间宾 le 来代替。间宾 le 遇到直宾 la 要变成 iella， 所以回答就可以变为 OK, iella porto sicuramente. 4. 你给你的外婆买几个鸡蛋？我给她买六个。Quante uova compri a tua nonna? Tua nonna 作为间接宾语，可以用 le 来替换。购买的鸡蛋涉及到了数量，则可以用部分代词 ne 来代替。le 遇到 ne 组成 iene， 于是回答就可以变为 iene compro sei。以上四个小练习，大家回答的怎么样？是否都掌握了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组合代词在复合时态，比如说支撑是近过去时中的运用。在 A 级别中呢，我们学习了在复合时态的句型中呢，如出现某些直接宾语代词，那么过去分词呢要与其进行性和数的配合。这里大家还是否记得，当出现哪些直接宾语代词时，要与过去分词的性、数进行配合呢？相信同学们呢都还记得，当出现非重读直接宾语代词 lo、la、li、le 和部分代词 ne， 复合时态中的过去分词呢就一定要与其进行性和数的配合，而剩下的非重读直接宾语代词 mi、di、chi、vi 则不可以配合，也可以不配合。下面，请大家来看一下以下几个例句。Uno, hai letto quel libro? 你看过那本书了吗？回答可以说 Sì, ho letto quel libro. 是的，看过那本书了。或者 No, non ho letto quel libro. 不，我没看过那本书。但为避免重复，我们可以用阳性单数的直接宾语代词 lo 来代替 quel libro， 过去分词 letto 要与 lo 的性数一致，于是回答可以变为 Sì, l'ho letto 或者 No, non ho letto. 2. Ha comprato quella rivista? 他买那本杂志了吗？我们可以用直宾 la 来代替 quella rivista 阴性单数，过去分词 comprato 要与 la 的性数一致，变为 comprata， 于是回答变为 Sì, l'ha comprata 或者 No, non l'ha comprata。3. Hanno passato gli esami? 他们通过考试了吗？我们可以用直接宾语 li 来代替 gli esami， li 为阳性复数，过去分词 passato 要与 li 的性数一致，变为 passati， 于是回答变为 Sì, li hanno passati 或者 No, non li hanno passati. 4. Avete preso le gonne per la festa? 你们为派对买裙子了吗？我们用直宾 le 代替 le gonne， le 为阴性复数，过去分词 preso 要与 le 的性数一致，变为 prese， 于是回答变为 Sì, le abbiamo prese 或者 No, non le abbiamo prese. 5. Quanti biglietti d'aereo hai prenotato? 你订了几张机票？我们可以用部分代词 ne 来指代 biglietti d'aereo，如果一张机票也没预定，或者只预定了一张，那么这里的 ne 呢为阳性单数，过去分词呢要与 ne 的性数进行配合，为 prenotato。如果预定的机票数量呢为一张以上，那么过去分词 prenotato 与 ne 的性数一致，变为 prenotati。于是回答可以是 non ne ho prenotato nessuno, ne ho prenotato uno。或者 ne ho prenotati tre, ne ho prenotati cinque. 6. Sara, ieri ho visto te e tuo fratello. Antonio 对 Sara 说，昨天我看到你和你的兄弟了。Sara 回答道， dove ci hai visto? 或者 dove ci hai visti? 你在哪里看到我们的？由于直接宾语为te e tuo fratello， 也就是 Sara 和 Sara 的兄弟，所以回答中的 ci 为阳性复数。由于复合时态中出现的非重读直接宾语代词 mi、di、ci、vi 不强求配合，所以过去分词 visto 可以不变，也可以是与 ci 的性数一致，变为 visti。 好，看了以上这些例句呢，同学们是否注意到了，当直接宾语代词 lo、la 遇到 avere 有这个动词变位的时候呢，要省音缩合成 l apostrofo。 像例句一中的呢 Sì, l'ho letto。 No, non l'ho letto。 例句二中的 Sì, l'ha comprata。 No, non l'ha comprata。 但是当直接宾语代词 li、le遇到 avere 这个动词变位的时候呢，就不需要省音缩合了，
比如例句三中的 Sì, gli anno passati No, non gli anno passati 例句四中的 Sì, le abbiamo prese No, non le abbiamo prese 那么现在我们把以上问句中的前五句呢稍稍变得复杂一点我们在问句中呢加上间接宾语那么又该如何回答呢我们在例句一中加入直接宾语你的女儿你给你的女儿念那本书了吗 Hai letto quel libro a tua figlia? 我们可以回答 Sì, ho letto quel libro a mia figlia 或者 No, non ho letto quel libro a mia figlia 但是这样的回答呢与问句相重复听起来呢比较啰嗦与前面一样我们可以用宾语来代替用直宾非重读 lo 来指代 quel libro 用间宾非重读 le 来指代 mia figlia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间接宾语非重读 le 这样一来呢就出现了一个有间接宾语非重读 le 加上直接宾语非重读 lo 的组合代词 yellow 过去分词 letto 与 lo 的性数要一致于是回答可以省略成 Sì, yellow letto No, non yellow letto 因此呢这里呢大家也要记住哦复合时态中组合代词中的直接宾语代词 lo, la, li, le 和部分代词 ne 也同样要与过去分词进行性和数的配合例句二中呢我们加入间宾你他给你买那本书了吗Ti ha comprato quella rivista? 我们用直宾 la 代替 quella rivista 那么 mi 加上 la 变为 me la la 为阴性单数过去分词 comprato 要与 la 的性数一致变为 comprata 于是回答变为 si me la comprata 或者 no non me la comprata 接下去呢请同学们来尝试回答一下 Vi hanno fatto passare gli esami?他们让你们通过考试了吗？很好，这里的回答呢，可以使用间宾 ci 加上直宾 li 的组合代词 celli 过去分词 passato 要与 li 的性数一致，变为 passati 于是回答为 si ce li hanno fatti passare 或者 no non ce li hanno fatti passare Avete preso le gonne a Sandra e Flavia per la festa?为了派对，你们给 Sandra 和 Flavia 买裙子了吗 ？OK， Sandra 和 Flavia 可以用间宾 i 来指代。那么 i 加上指代 le gonne 的直接宾语 le 可以变为 yelle。同时，过去分词 preso 要与 le 的性数一致，变为 prese。于是回答为 si yelle abbiamo prese 或者 no non yelle abbiamo prese。Quanti biglietti d'aereo ci hai prenotato? 你为我们订了几张机票？这里的回答呢，我们使用组合代词 ve ne。过去分词 prenotato 要与 ne 的性数一致。当 ne 指代零张或一张机票时呢，我们可以说 Mi dispiace, non ve ne ho prenotato nessuno. Mi dispiace.Ve ne ho prenotato solo uno 当 ne 指代一张以上的机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回答 Ve ne ho prenotati tre Ve ne ho prenotati quattro OK 相信大家呢都掌握得不错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知识点组合代词遇见情态动词 potere dovere volere 的位置放置我们知道组合代词一般呢要放在变位动词的前面情态动词 potere dovere volere 的后面呢可以紧跟动词不定式也就是动词原形这时组合代词既可以放置于情态动词之前也可以放置于动词不定式之后只是呢需要把动词不定式的末尾元音 a 去掉组合代词要紧贴不定式并与不定式一起合并成一个单词比如说他必须马上把它带给你 te lo deve portare subito 这句中的组合代词 dello 放置在了情态动词 deve 的前面 dello 同样可以放到动词不定式
portare 的后面，但要把 portare 中的末尾元音 e 去掉，并和 dello 合并为一个单词，也就是 portare dello。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写成 deve portare dello subito。我想把它告诉他。见兵的女他呢，我们用 le。执兵呢为告诉的事情 lo。le 加 lo 变为 yellow。我们可以把 yellow 放在情态动词 voglio 的前面。yellow voglio dire。也可以把 yellow 放到动词不定式 dire 的后面。但是前提必须是把 dire 中的末尾元音 a 省去，并和 yellow 连成同一个单词，也就是 voglio dire yellow。大家对这个知识点有没有疑问呢？这里呢，请同学们试着用组合代词遇到情态动词的情形呢，来回答问题。Uno, puoi prestare la tua macchina a me? 可以借给我你的车吗？Sì, te la posso prestare. Sì, posso prestartela. No, non te la posso prestare. No, non posso prestartela. 2. Quando devi consegnare la tesi al professor Urru? 你什么时候要把论文交给 Urru 教授？ Gliela devo consegnare domani.Devo consegnare gliela domani. 当然，这里的时间呢，可以由同学们自由决定。3. Vuoi regalare il braccialetto a lei? 你想送她项链吗？ Sì, glielo voglio regalare. Sì, voglio regalarglielo. No, non glielo voglio regalare. No, non voglio regalarglielo.以上问题同学们回答了怎么样呢？之前呢，我们讲解了组合代词遇到情态动词时可以放置于情态动词之前，也可以放置于情态动词后的动词不定式之后。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组合代词和命令式结合时的位置放置。我们知道，当命令式的动词变位为第二人称单复数或第一人称复数变位的时候呢，其直接宾语或间接宾语都要放置于这些变位动词的后面，并且紧跟动词。比如说，你告诉我吧 ，dimmi。你们买它 ，compratelo。我们带上它们 ，portiamoli。那么，在命令式的句子中出现组合代词的时候呢，如果动词为命令式第二人称单复数或第一人称复数变位的时候呢，我们要把组合代词放于这些变位动词之后，并与其组成一个单词。一起看一下这个例子。你把它告诉我吧。告诉我们用 dire， 即命令式第二人称单数变位为 di apostrofo。我为建兵 ，me。他为执兵 lo， 所以呢，整句话可以写成 dimmelo。你们买这本小说给他 ，comprate questo romanzo a lei。我们可以改写成 comprate glielo。我们带花给我们的外婆 ，portiamo i fiori a nostra nonna。我们可以改写成 portiamo glieli。那么。当命令式动词变位为第三人称单复数的时候呢，遇到的组合代词还是要放在变位动词的前面。比如说，您把它告诉我吧 ，me lo dica。最后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组合代词与某些可以加动词不定式句型的结合。比如说 ，è possibile 加上动词不定式，这时呢，组合代词必须要放到动词不定式的后面。并把原有的动词末尾元音 a 省去，与组合代词合并为一个单词。È possibile prestarmi la tua moto? La tua moto 用直接宾语 la 指代，那么 mi 加上 la 变为组合代词 me la。me la 要放于省去末尾元音 a 的 prestar 的后面，并与其组成一个单词 prestarmela。所以我们可以简写成。È possibile prestarmela?
对于组合代词的讲解，大家是否都了解了呢？那么在课程结束前呢，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今天所学的知识点。第一，组合代词呢，只能由间接宾语代词非重读形式中的 me、di、e、le、chi、vi、yi 加上直接宾语代词非重读形式中的第三人称单复数 lo、la、li、le 或部分代词 ne 相组合而成，一般放在变为动词前。第二点呢，在复合时态中呢，组合代词中的直接宾语代词 lo、la、li、le 和部分代词 ne 也同样要与过去分词进行性和数的配合。第三点，组合代词遇见情态动词 potere、dovere、volere 的时候呢，既可以放在情态动词的前面，也可以放到情态动词后的动词不定式的后面，但需要把动词不定式的末尾元音 a 去掉，并与组合代词合并成一个单词。第四点，命令式中如果动词为第二人称单复数或第一人称复数变位的时候呢，我们要把组合代词放于这些变位动词之后，并与其组成一个单词。那么当命令式第三人称单复数遇到组合代词的时候呢，组合代词仍然要放在变位动词的前面。第五点，遇到 è possibile 加动词不定式的时候呢，组合代词必须要放到动词不定式的后面，并把原有动词不定式的末尾元音 a 省去，与组合代词合并为一个单词。 OK ragazzi， 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在 Johnny Morandi 的Sei forte, papà 的歌声中呢来放松一下。当然大家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在这首歌曲中呢找出所涉及到的宾语代词。Mannaggia, possibile che tutte le volte che andiamo in campagna con la roulotte comincia a piovere. E i miei figli mi dicono: gli animali non hanno ombrello e non portano mai il cappello. Piove tanto e si son bagnati, sono già tutti raffreddati. Che si fa? Chi li aiuterà? Quel gufo con gli occhiali, che sguardo che ha? Lo prendi, papà? Sì. La lepre in tuta rossa, che corse che fa? Lo prendi, papà? Sì. Quel canarino si è ferito e non lo lascio qua. Lo prendi, papà? Lo prendo se vuoi, così guarirà. Quel ghiro dormiglione sbadiglia di già. Te lo prendi, papà? Sì. Quel topo campagnolo trasloca in città. Prendilo, papà! Sì. Ma questa mia roulò mi sembra l'arca di Noè. Però ci si sta stringendosi un po'. Sei forte, papà! E questi poveri animali, ora che piove, non ho il coraggio di abbandonarli così. Quel picchio col martello, che buchi che fa? Lo prendi, papà? Sì. Quel grillo chiacchierone, che chiasso che fa? Ma questa mia roulotte mi sembra l'arca di Noè. Però ci si sta stringendosi un po'. Sei forte, papà! Lo prendi, papà!
sì, va bene, ma questa mia roulotte mi sembra l'arca di Noè. Però ci si sta, stringendosi un po'. E forte, papà! La la! Allora, ragazzi, buona giornata e alla prossima volta. È un lamento.